尼的仁兄，啊啊，当然不是这个《行尸走肉》里面的那个肯尼啦，啊啊，游戏版里面的啊，那个啊，是我们的这个雷蒙肯尼啊，因为他，但是他已经消失一年多了，所以说我们哎，好吧，先把这个视角会切回来，我们还是先得到达我们这个雷蒙肯尼啊，简称他肯尼吧，啊，肯尼在这个最后。最后通讯的那个地方啊，就是这里。然后现在呢，由于现在这个地方呢已经被这个叫谁呀？啊，这是收尾人吗？啊，对，被收尾人给占领了。所以说我们还是得奋不顾身的把你干了啊！这个那真是非常的果断啊！所以说还是先上楼啊，先干掉一个啊，走。刚才是哎，哦，是在里面是吧？那么我们还是果断用一次扫描吧。哎，用一下扫描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非常方便的看到这位，啊，这个不止一位了，这个一堆的守卫人啊，啊，这个时候，哎，怎么就正好走过来呀？啊，那只能这样，啊，哦，该死你！首先，我们在进去之前呢，得把这些人全都干掉啊！啊，对，刚才说到这个行尸走肉啊，那么最近也是出了第二季第四章了，所以说我还是得先把那个行尸走肉的坑给那个啥，哎，填掉。所以说呢，这看门狗的话，得啊，估计得到啊，第十期的话，估计得到八月份才会。哎呀，你就不过来吗？哎呦，我就把你干了吧，这是啊，八月份再更新了，啊，应该说八月初吧，反正也就那个行尸走肉啊，也就一张啊，就更新一张是吧？啊，那么这样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快的，啊，那么这里还剩几个人，啊，直接射吧，这是。已经发现了，你看这样子已经被发现了，那么那也没办法。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哦，千万不能被增啊叫支援啊，交了支援以后那就坑爹了啊，又来一群人，我去啊，这样的话下一个任务又不能搞了。现在的话就是让我们使用一下这个啊，二十世纪的电脑吗？啊，这个非常的厚实啊，用起来真是非常的啊，这个让我们穿越回到这个二十世纪啊，啊对不对？有没有？哎，啊，为何刚开始就？坑爹了一下呀！没错，我刚才成功的死了一次，现在再来，这得认真来啊！不认真来的话，那不是坑爹吗？那不是坑爹吗？是你逼，是不是逼我的啊？这可啊！哎，真难对付啊，这节奏，啊，随便炸一下呗。哎呀，简直被火力压制了，这节奏啊！哎呦我去，又被炸了一下，我靠！哎呀，完了，被包围了，先把这旁边这位人兄给干了吧。哎呀，又呼血了，我去！哎呀，赶紧50%。哦，刚还有哪里？哎，又人手雷哎。别呢！哎呦，我就知道嘛，这边又来好几个人。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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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赶紧给我恢复！是吧？上面谁打来的呀？哎，这个手，哎，直接用专注力强化了，没专注力真是坑爹啊！干死你！还有一个在哪里啊？哎呀，坑爹呢！哎，距离还太远了，我靠！哎，我们还要接着回来。干死你！你头呢？让我抱一下你头可以吗？哦哟，这是绚丽的爆炸呀！还有呢？还有一个。啊，一个的话好办，直接给你一个什么什么进击杀，哎，哇，哦，还是喷子击杀，哦，好爽，
哎，刚才虽然有点小小的不完美啊，但是呢，还是成功的把他们都干了啊。接下来的话，先把这些东西拿掉啊，该拿都拿，该搜刮都搜刮啊，搜刮一遍啊。这边好像还有东西啊啊，补弹药的啊，现在就好了。现在的话啊，还需要把东西给毁掉。那赶紧。这个时候千万别来人啊！再来人的话，那不是坑爹了。为什么上的是啊？这次哎，你倒是走啊！我靠！这一把这次上的竟然还上这啊消防车！我去！我们看有什么好点的车子啊？比如这辆就不错啊。哎，也就这样。哎不。还是切成第三天视角吧啊！哎，这次看来竟然是消防车啊！之前是谁呀？那个在这个工业仓库啊，跟臭虫那帮臭虫打架那节奏啊！那个时候逃的人还只是开辆小汽车呢啊！现在这次直接开大卡，而且还开的不是一般的车，直接是开这啊消防车！我去，你这闹哪样啊？还上高架，我靠！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只要跟在他后面就可以了啊。那什么啊，他就直接在前面空中直落了，我们也没办法，而且这里还被扫描了，我靠啊，没办法，我们就跟在他后面吧，尽量不要被发现，要是被发现的话哎，那也没办法是吧。哎呀呀呀呀，看有没有这个什么干扰通讯。哎呀啊，还好、哦、到时候要是我们被搜到的话，那么直接给关了就可以了，把它给这个干扰一下通讯，这样的话就不会被搜到了啊。这里好像没有什么截停装置啊，我靠，那我让你闹哪样啊？而且为什么一开车就卡了呀？我去，刚开始开场的时候还没那么卡呢。哎，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刚才一说话直接忘记这个节奏了。算了，既然如此，只能追你了啊，死追到底。一旦有这种截停装置，你就死定了啊。啊！连警察都撞你，这是闹哪样啊？We will show you， 在跟你说呢。看到前面啊，警察叔叔有没有看到前面那辆啊消防车呀？他在横冲直撞呢。啊，你看我还在帮你们那啥啊？不要抓我，不要追我呀！啊、前面好像是好，对，虽然有点提前了，但是好像还是哦。哎，还没爆呢！哎呦，这下好了吧？哎，还没死呢你！让我撞你一下，你总死了吧？哎，这下好了吧？哎呀，赶紧给我恢复啊！我去，哎，把他给干掉以后，我们现在就是，哎，这什么路啊？我去！哎，完了，这下面好像不是一个正常的路啊！现在的话，我们就是逃脱警察了啊！我看看这边周围有没有，这里捷运站，对，正好。我靠，还追我，还撞我，我靠！你在动我？哎呦！哎，刚才我还撞了平民来着，算了，不管了。哇，直接！哦。已经是不远了，已经。那么我们、啊、这次给大家也顺便演示一下这个截停。哇哦，这警车就瞬间飞了起来。我、哦、靠、也不帮我躲一躲这平民啊！啊，算了，这个平民哎，没办法啊。嗯、啊，这个失败失误总会是难免的，是不是？然后哎，这地方不是我们。哎，这个时候有没有火车来啊？啊！然后就发现竟然还没有火车，哇靠，你们在逗我吗？这不是，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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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这个车只能随便开辆车接着逃了，没办法，现在没有火车呀。哎呀，那我们先到下一站去吧。哎呀，赶紧啊，这里有个路障应该可以截停吧。还有直升机，我去，这次我们看一下下一站。下一站是在这里，走，干掉。
哎，为什么这次没有触发这个爆炸效果呀？嗯，哎，啊，就在这旁边是不是？那么我们现在，哎，哎呀呀呀呀呀，给我绕条路啊！上面还有一架直升机啊！这个直升机的话，有直升机的话，那就难追了，啊，难逃了。我看我们，哎呀，视角还没到。哦呦，我去，这车子真是千疮百孔的节奏啊！我们看下面有没有火车，要是没火车的话，那不是坑爹吗？还是没有，不是，还是没有地铁呀、啊？哎，哦，看到一辆，对，真是这个时候。再炸掉一辆地铁，你快过来吧！赶紧停，我要上去了。啊，艾登来此一游啊！啊，小欧来此一游啊！直接啊，走起！啊，直接开，瞬间开出最高速度啊！这样的话，终于算是可以摆脱一轮了吧？啊，哎，已经到前面了。嗯，我们看到前面这个啊，驾驶员好喜闻乐见啊啊！哎，原来这驾驶员有那啥的时候啊。然后面这直升机，你在逗我吗？为什么这直升机还在追我呢？在逗我？这直升机为什么这警察就一直这么追得上来啊？我靠！是你在说我吗？啊，还叫我变态啊？你这是在自寻死路，你知不知道啊？啊，这样一个也可以做了吧？啊！为什么这直升机还在追过来啊？我靠！我去！说好的这啊！说好的，你只要一上地铁就可以，那啥呢？看这个时候我们只能使用啊捷运功能，飞机。不对，刚才不小心把这个东西给开起来了，哎，真是，赶紧上去，赶紧的，走起，啊，这下可以了吧？啊，逃啊！哦，啊，哎呀，哦。Kenny's mine now. Pawnee. Why does he have to be Pawnee? 嗯，毕竟波尼也是我们之前啊发生悲催事件的关键时刻。这个灯怎么闪了一下呀？啊，不管了。那么我们，哦，总之我们这个啊任务终于算是完成了，是不是啊？我们先看一下现在的话，对，第二章节也是终于结束了，现在我们终于进入了第三章节啊。现在的话就算是虽然一共五章，现在也是刚到当中，但是基于第二章的这个内容比较长啊，是有15个任务啊，第三章只有6个，第四章也只有8个，然后最后一章有1个啊，就是第5章了，就是最后一个结局。那么现在已经到了后期了，哎，终于到后期了，哦，大后期啊，待会我们现在是大后期啊。When you find Ray Kenny, what do you have to offer him? We've seen what happens when we dig. If he helps us decrypt those files, he's exposed. 哦，我们还是说完话吧。我们看看待会要到哪去。嗯，好远呐！我靠，这地方好像还……哦，但是哦，我们首先要把那 CTOS 系统给解开。所以说， he turned against Bloom, exposed their abuse. I can work with that. 哎，先把这枪给收了。No.Whistleblower wants justice. He may be looking for a cause. 这车就不会开了？哦，还真开了。好吧，啊，那么我们再去玻璃那边解开 CTOS 中心吧。
Hello, partner. I was just chatting with Nikki here. Saucy girl. You touch a hair, and I'll snap your neck. Don't surprise your sibling. She's a hothead like you. Why are you calling? She's wondering if you're coming to collect her. I said I'd check. I found someone who can decrypt the data. I'm all ears. His name's Raymond Kenny. No CTOS. 啊，好吧，刚才撞了一下车，改变了这个行驶轨迹。Well, that is news. 只能作死了啊。My veto here. What veto?啊，不然我们还是把我们这个啊肯尼的事情告诉给了我们这个戴米安。There is no other way. You want this done, you need to get off my back and let me do it. He's after the blackmail in those files. This is game. What's he planning to do?Can't let it distract me. Kenny's the answer. He'll help me decrypt everything. He'll make you safe. 啊，果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不能一心二用。首先，我们还是得先把啊我们的资料给打开，给解开。然后，这戴米安这坑爹的情况呢，还是得之后再对付。啊，那么让我们接着，哦，就这里了吧？车好多呀，感觉起来怎么像是？啊，那什么度假胜地呢？啊，但是我们当然不是来度假的啦，当然是来啊解开这个啊 CTOS 中心的。哇哦！啊，要是我们来这个地方旅游都是不错啊，山清水秀的。啊，这地方怎么直接水上漂了节奏呢？哎呦，好吧。哎，这刚才应该是浅滩吧？啊，浅水区啊！啊，哦，就是前面了。我们现在可以看看能不能搜到些什么人。哎，这里要是能够像孤岛惊魂三一样直接，哎呦，我去！啊，不能被发现啊！如果能够直接来个死神地灵啊，是吗的啊，那就棒了。哎，近战干掉一个。啊，哎，你们竟然没反应，我去！啊，算了，不管你们。哎，你们视力是不是啊？0.1啊，啊，肯定不及格，啊，这种视力啊，也能当这个啊 CTOS 那什么人，啊，基于你们视力这么差，我还是把你干了吧啊。然后这边还有人兄啊，这顺便帮你爆炸一下，啊，非常的欢乐。哎，这边还有一个。哦，哎，你是怎么发现我的呀？哦，我这节奏也坑爹啊！只能干掉一下通信，不然的话被发现就惨了。啊，干死你！啊，刚才是不是太坑了？哦，我去，哪打来的？我去！哇这打得有点厉害啊。哎，没办法，竟然被发现，没办法。这还剩一个。哎，接着使用。哎，近战喷子啊，看看能不能把你给干了。哎，爽。哎，这下可以了吧。哎，这里还能啊。反正这也没人嘛，我们就不爆炸了啊！首先，我们先解开一下这个电路。OK， 哎，这次这个线路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说我们啊，哎，就得换一个视角啊，直接还是不管旁边的那什么乱七八糟的啊，那种啊视频是吧的啊。OK， 任务完成。哎，为什么还能侵入啊？啊，不管了。哎，我们可以再试试侵入他看看。哎，哎，为什么直接那什么？好吧，啊，剧情需要，没办法呀。哎，哎，还真让我那什么？啊，果然还能再进一次啊。对，这地方可以经常进来逛逛什么的，看一下什么视频啊什么的啊。啊，你们懂的，啊，哦，好像我刚才解开一个什么吸引人的东西啊，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到
那里去，期待只会受到伤害。哇，拆船行走在啊，直接驾驭在这个啊船只之上啊，这种感觉真是非常的棒啊。哎，果然这里哎有个湖就是好啊，直接开船直接抄近道啊。哎，再给过去啊，这也太多了吧，太蠢了。哎呀，你我说艾登啊，你这个能这么近距离也不跳过去啊。哎啊，然后这衣服湿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啊，应该就是这里了。哎，让我们再次开启任务。啊，我去，为什么还是个大头照，我去，哎，怒刷了个存在感啊。Most of it's refugees from the city, still hiding from something. I used to bring Jax and Lena here once. 又是联想到了曾经的美好啊。有位伟人曾经说过，世上最痛苦的其实不是现在痛苦，而是回忆曾经的美好。尤其是现在啊不太好的时候啊。好，现在让我们重设密码。哎，这个地方哎还能骇入一下。我去，真谢小小的这船也还这跳不过去。好像很失败啊。接下来的话没办法啊，既然我们已经成功的这个失败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再一次手动的搜索一下周围的仁兄啊，有没有知道内幕的啊，顺便呢我们还可以啊，好吧啊，哎，已经那什么了。哎呀我去，哎，这个员工这里的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共有两个这个船屋员工，然后你可以随便选啊，选一个，然后其中啊第一个的话都是啊这个找不到密码，只有第二个才会找到密码啊。之前我是搜到另一个啊，就是在什么地方啊啊啊，对，就是这里了。哎，我靠，啊出来了。Z01E33T1 你们记住了吗？ Excuse me. 哎，这辆摩托车不错啊。啊，不管了。啊，这首先我们还是先解开一下吧。果然我之前的话我是解开另一个啊。先是搜到另一个那个女的，然后结果就没反应了。而且结果还是找不到啊，只有到这个才可以找到啊，也是说你必须得搜到两个人啊，才能搜到这个密码啊。所以说呢，说明我们还是我们的那个人呢啊，我们的肯尼兄肯定还是心里还是有计划的，虽然还是隐姓埋名了整整一年，对吧？但肯定有些目的啊。我们现在的话，首先要到达这个目标。哦，咦呦，我靠！哎，这个转的有点，撞得有点厉害啊。This looks like an abandoned CDOS station. 啊，接下来就是该解开这个 CTOS 的塔，还是工作站呢？应该是工作站吧？啊。哎，先打开这东西，然后这里的这个 CTOS 站点呢也是比以前真是难度高了许多啊，我以前解开的时候真是解了不知道多久了已经啊。这个啊，我们的主角还是一如既往的这个打马呀啊啊，我们看一下该怎么解。哎，这首先这里进门这个解的东西啊，我们已经是需要转两个这个视角了啊。哎，这个好像不算很难啊，啊之后就难了啊，比较麻烦。我这里也是找了许久许久又许久 ，N9 又 N9 节奏啊，啊这里又是，首先得在这里先侵入一下，啊我本来还以为侵入以后呢是侵入电路，结果呢侵入的是，直接进来了啊，然后这里的话因为视角问题还是解不开，所以说我们还是得到对面去
然后对面又该怎么去呢？对面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这个什么东西啊？天线啊！首先我们要把这东西解开啊。我看还有别的路吗？啊，没别的路了。哎，对，还要需要解开，通过这个机械啊来传送。哎，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哎，坑爹呀！哦，哎呀，这个害得我真是找了不知道多久了啊。然后这个东西，哎，不对，这东西好像我还没解开来着啊。刚才旁边的东西是在哪里解开来着？我们再上去看看。啊，我好像知道该怎么搞了啊！这个地方为什么是不能搞的呢？因为，啊，我刚才那啥了一下啊！我想我之前卡关的时候卡的不是这里的问题啊，然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里还是得使用一下这个天线啊，使用天线以后我们才可以过去。哦，靠！刚才我这边真是等了很久啊，找了很久很久又很久啊。啊，之前我卡关的地方，啊，我自己玩的时候卡关的地方是这里，啊，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过来，啊，就是啊，这个太捉鸡了，就是因为这个可恨的设施啊，害得我这卡关这么久。然后这次的话，啊，这次啊又是卡的另一个点啊，哎，现在的话，哎，再转一下，哎，啊，那边再转一下。哎，这里桥上拼接一下，拼好以后我们就可以过来了。然后啊，再转一下。哎，这个再抬起来，然后再下去，或者我们可以直接跳下来，哎，这样更快一点。哇，这样终于可以到这个点了啊！然后我们现在就没有这个视角问题了，直接爆，爆，爆。连环啊，连锁按啊，连锁按啊，应该直接进去啊！哇靠，我刚才该搞什么国际玩笑啊！啊，我刚才还不小心出去了，哎呀，我这不知道该搞什么飞机啊！啊，这下可以，哎，这下算是啊，从一边穿梭到另一边啊，这节奏啊！啊，这样的话啊，是下面是不是可以解开了？再不解开的话，那就太坑了啊！你看刚才还是白天呢，现在直接打到晚上了。哎，可见这个玩意儿啊，啊，即使我玩了，这算是第二次吧，啊，第二次啊，还是这么坑。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成功的把这里附近的几个，哎，重要点位都，哎。这是谁的声音？哈利路亚！哎，原来这话是从你们这边传过来的。哎，我还以为这是哪传来的呢？啊，刚才这个点位为什么是直接卡住的啊？哎，所以说我们现在就需要直接给他喷头啊，介绍卡啊。这个石头为什么这么坚硬呢？啊，又啊，这是白是吧？啊，又白又硬啊。啊，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跟随这个目标地点来到那什么酒吧。哇，终于到了！哎呦，就在这一卡一卡的节奏当中啊，终于来到了这里，啊，应该就在这里面了，就在这里。哎，为什么这里还开不了啊？啊，这后门不开干嘛用的啊？哎，刚才那个人在玩自拍吗？很明显的自拍啊，自恋的这是，啊，看来还逼着我们要从前门进去啊。哎，这下可以进去了吧？哎，这歌不是我们之前进监狱的歌吗？啊？
was hoping you could help me. Looking for Ray Kenny? Never heard of him. Hope is a sad thing. 期待只会受伤害，这不就是我们的任务名吗？ What are you drinking? The mean things that you do. 这是让我们大喝特喝的节奏吧？畅饮吗？$100 cash. 现金。哎，像我们买这种饮料是满了，不是一向是用手机付款的吗？对啊，我们从来不带现金啊。为什么这个肯尼长得有点像，让我想的感觉怎么像飞行员呢？丁谷啊，这个肯定应该就是啊，是丁谷。哎，看来还是要我们请他们喝一杯，让他请我啊，对，肯定请我来啊，那个这个喝一杯是不是？那么这次的这个难度呢，也是比之前的难度还高一些啊？为什么呢？因为，哎，因为呢，哎，为什么他还会换呢？哎呀，哎呀，因为呢，这个难度跟之前还是不一样的啊，需要我们跟着他这个按键一个一个走啊，这个、也是很考验这个啊。鼠标的，哎，应该说是，如果是用键鼠的话，就是键鼠的操纵能力啊；用手柄的话，就是手柄操纵能力了。哦，好，可见我们那肯尼果然是酒鬼级别的啊！是不是平时经常喝酒啊？啊，这酒量还是很厉害的样子啊！啊，不过再怎么，我们的这个艾登也不甘示弱啊。这个还是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下一个是在哪里啊啊！但是难度，这个难度也不高啊，毕竟每个都是同样的时间啊，差不多要等个十秒是吧的，哎，你才会死啊！又来啊，小伙子佐料啊，酒量不错吗？啊，比我们上次见到这是难度啊，这酒量高多了。哎，然后啊，这个还是得让我们碰上去才会知道啊，所以还是很考验我们的这个啊，哎呀，反应能力啊！拜托，你要喝多久啊？啊，终于好了。哎呦，喂，为什么打一拳还卡一下呀？哦，你 gonna pay for that, T-Bone? Yeah, yeah. You owe the man $100.这打的真是啊，这个时候我们只能使用我们的必须用的啊。Hello, Ray. I said, keep your voice down. 哦，没想到他还有一手啊。没办法，每个人都有一手是不是？哎，我们这一手先出了，没办法啊，他这一手后出，那只能后发制人了。在漫游之间，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肯尼在这边
烧电焊的，你也不怕烫？ Introductions are out of the way. Listen to me, pal. I'm warning you. 哇，这是。Being here puts me on the goddamn map. I have some information. Well, ain't you special? Problem is, I can't decrypt it, so I came to the source. Shit. Then you have put me on the goddamn map. We've been careful. We? Better give me a reason. Because that isn't making us the best of friends. 哦，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谁了。看来我们这个名气已经不小了。啊，小有名气，还大有名气。Whatever's in those files will lead me to them. I'm gonna find him with or without you. With you'd be a hell of a lot easier. Let's play make a deal. You think I'm in this dust bowl because of the, ambiance?Ever since them bastards terminated me,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a way back in. 果然，我们肯尼还是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直接啊，隐姓埋名，就悄无声息的度过自己的余生呢？肯定有其目的啊，报复社会啊啊不不不，这个复仇啊。Get at the perimeter without setting their damn alarms off. Place has my biometric profile.I got feelings in my head that seem to their security team direct. We can help you with that. But afterwards, you're gonna come with me to Chicago. Oh, am I now? Follow me. Nice place. You got a real eye for art. That there, 这是什么？ It's a booby trap. 哎，刚刚那个是什么字啊？反你怎么认识啊？那什么什么眼光？ Paranoid enough, friend. 技术眼光？ I have quite a few. 还什么眼光？ And well, if you found me, then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others will too. So let's get started. Listen, I'm running on a limited time here. Faster we can get this out of the way.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your own conundrum, my friend.Chicago is running on software. 为什么我在这里，你却对着这里说话呀？我靠！ I know how the C2S. 哎，这个人物设定还是有些小 bug 呀。啊，这人物动作设定啊，应该说是啊，这个东西可以拿一下电子零件。My biometrics from the system, I am useless to you in Chicago. As far as my art, as you call it, if you fuck things up for me, I need to be ready for the fallout. Huh? Here.Let me show you. Oh yeah. 啊，是不是要高能一下呢 ？Ready. Heads up. 哇哦！那要是周围有人的话，是不是直接炸了 ？You feel that ground shake? Whoa, that set my spine straight. Give it a go. 哇哦，这是一个很好的制热方法呀。对，还热一下。哎，上面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东西，比如那边啊，或者这个。哦，这个有点厉害啊！还有这个，哇，喷火龙，哇哦，这个有点厉害啊啊！果然我们这个丁古啊，那、啊、肯定还是哎，这个不是啊，好吧，这个非常啊，这个也是跟之前一样，也是电击啊，电闪雷鸣啊。啊，这些玩的东西应该就这些了吧？ Not yet.Somebody else already stole the hardware. Inside job. Well, that stuff's big on the black market. 哎，你为什么又看错方向的呀？算了，我就假装我在站在这里吧。Second Amendment. Take one of my rifles. You're gonna need it. 啊，说的应该就是这把步枪吧？
这不是锯吗？这锯好像比我们之前还啊、哦，果然比我们之前 SVD 厉害。一个是，这个可是四星级的。哦。不过我们首先还是换回我们的榴弹吧。榴弹的话，嗯，那、啊、当然，如果等到我们升级之后，我们哦对，升级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到。啊，买个那四万多块钱的那个啊，直接可以四连发的啊，那把枪、嗯、啊，那真的是神器级别的啊。毕竟要我们，毕竟我们需要拉拢这个肯尼嘛，所以说我们还要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呗。啊，他说的皮卡就是那辆卡车吧，哎，黄色的，哎，这阳光真是亮瞎狗眼呢。首先，哦，你这不是逼死强迫症吗？啊，我这次被发现了，死掉一次又要逼我重新录一次，算了，为了补偿我刚才这个啊，又死了一次，我还是小小的，哎，给你们来个小小惩罚吧。哎，你还跑这么上面的地方跑？我直接吐了啊！不管不管你们三七二十一了。啊，接着嗑药啊！哎，人呢？啊，先回忆一下吧。到时候要是不回的话，又要坑爹一下。哎，这个点怎么？哎，趁你在报警的时候，干死你！你妈！这边还有一个，怎么又卡了一下？这下可以了吧？真是坑爹！哎，为什么这个任务目标让我们丢下货车呀？啊，确实有点慢哈。而且来这么多人。Well, what do we do now? 看，估计我们的这个啊，估计我们的丁古也不知道我们现在真的能够啊偷到这辆卡车吧？啊，估计他这个还是太低估我们的能力了。所以说基于这个开车的时候这么卡，我觉得还是下来跟你们先把你们给干掉吧。这样吗？哎呦我靠！哎呦我靠！哎，刚才好像不小心都打到平民了。哎，刚才怎么突然不小心射偏了呢？竟然！好，还剩最后一个，然后就我们再次使用一下处决。哎，在这里吧。哇，喷一下。最喜欢这种啊，用喷子来玩近战啊，啊，啊，真是死伤惨重啊！啊，接着走，啊，放音乐吧。哎，刚才这个啊，你们绝对不会想到，刚才我在路上竟然碰到了一个路障，啊，坑爹，还在射我啊！所以说呢，这个啊，哦。这下总可以了吧？怎么后面又来人了？哎，那你说好把我们这个敌人都干掉的呢？肯尼啊，你的装置不够给力啊！啊，刚才真是太多了！我靠，已经到点了，算了啊！我们的这车还变得崭新如一啊！但现在为什么杀光或逃走？哎，为什么这边怎么又来人了？哇！那我只能迫不得已再来复仇了。哎呀呀呀呀呀！这个狙有点啊，先近一点再说吧。哎，来呀，车的话就我只能把你给炸了。哦呦，这枪还是连，这狙竟然是连狙啊！这连起来还有点厉害啊。
哎，哎呀，真是激情对射哈！什么情况？怎么射你没反应啊？怎么？啊，看来这个枪还是啊稳定性有点坑啊！哎，这次我们再试着用狙来试着玩一下近战啊！哎，为什么不用啊？好吧，估计这枪没有。哎，难道这个狙就没有近战动作吗？嗯，好吧。啊，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就可以把这个任务给顺顺利利啊，虽然不太顺利是吧？来给干了啊！哎，话说现在这车可以开了吗？好吧，果然不能开啊！这种任务车啊，开完以后啊，完成以后就不能开了啊，我们只能开啊。哎，这是什么？哎，这个新闻难道跟我们剧情也是有关系吗？啊，虽然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的样子啊。我觉得你还听说过啊，看来我们艾登还听说过啊。The bunk has been making noise. What kind of noise? It's on. 这时候碉堡又有事了。Some people have noticed. Script kiddies mostly.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ll make sure they stay out. We've been probed a few times. Probed? There is only one that worries me. His name's Default, and he's very good. I'll watch him. Let me know if he becomes a problem. 果然，这个还是会有许多敏捷高手啊。啊，那么我们也差不多这。